有人伫个无？欸，我们来送物件哦。哦，好好好好，你无穿衫啊？我手无闲啊，好好好好。嗨嗨嗨嗨，你好，嘿。好熟悉哦。好熟悉哈。罗时丰。哎呦，我安尼互你，啊高张，哎呦安尼互你认出来啊，拍摄哦，拍摄，嘿嘿，让你们受惊了，对对哈。上香菇互你。啊，这像定啊，你知？台湾好媳妇。台湾好媳妇是啥？你知啊？阮媳妇啊。哦，恁媳妇。啊，对了。哎呦，恁媳妇足乖。足乖哦，平常时会甲你斗相共无？网络拢伊利用啊。系啊系啊。因为阮下头 KK 袂晓啊。真嘞，像我嘛是拢靠遮个少年人嘛。你知就好。啊，无反正老伙仔讲真嘞，已经嘛过气啊吼。过气袂啊，是较老气啊呢。来，你来。为什么会上这啊？恁新妇就特别去阮的网络留言，知影讲恁两个老的吼，哎，恁两个人无讲老的，你等等就婆媳问题，人无讲老的啦，人讲伊嫁来遮，嫁到一个好好家庭啦，哦、欸，公公婆婆就大疼惜的啦，安尼阮足幸运的呢，啊无咧，啊无就衰小的你，大家有缘啦，啊对啊，阮新妇咱讲真个足乖啦，乖，你骂他，他不还嘴，他不会还嘴，真的不会还嘴，哦，骂不还口，打不还手啊，真的。你唔敢那狗啊，同款，吓！就很乖啊，很努力帮忙你。对了，对了。那我问你们哦，哎、欸，等一下，为什么我们在访问的时候，老爸你要干嘛？你面对啦，对不对？我有代志一个。来啦，你是咩啦？哎、欸，上这啊，对吧？啊，但是哦，我知影你拢用大嘛。对啊，我找不到迄个大的啦，所以想讲无恁家己拍。哈哈哈！我用烘干机加烘烘的。哦，会使安尼啊？小弟我迄度一个。我被放晒了，好了，不接啦，他敢同意啊？为什么？快点，叫救护车，救护车，赶快来看！叫救护车，快，直接先叫，来，救护车直接先叫，快点，救护车先叫，你听到吗？一压，拿椅子，救护车先叫，椅子先放，先坐，喂。上来哦，喂，没事没事，大哥有，你快搞我惊嘞，喝个水，快搞我惊嘞，嘿，喝个水，哦，还好，没有，还是检查一下，还是什么？检查一下，不要，我会担心，先检查一下，这毛光生起来 ，OK 吗？应该比较好一点，还是心脏？没有啦，是今天心包炎，心脏啊？没有啦，无安暖啦。不行，你还是要检查，大哥，唔好。我来你来心包。安尼吼，哎呦，歹势歹，雄雄走来，安尼甲恁惊着，歹势。检查者，保险下来。无啦，真的太紧张。我会烦恼。拜搞我惊嘞。无问题 ，OK 啊。我看到这个我不行。你要给他惊喜，他给你惊吓。哎，我内裤拢干起啊！可能东西赶快送一送，赶快走了。我刚想说他是不高兴，这个媳妇怎么安排这个东西？我北宋还没来。对啊，我本来以为是因为我刚觉得他脸有点变掉了哦，原来。客厅无安怎吼？无啦，你真正我惊死你咧！我本来是要给你安尼 surprise， 给你惊奇一下，惊艳一下。啊，无今仔日来加菜金，啊，搁高张的过期的签名海报。这过期海报给你，哦。啊，这红包给你压压惊，真的啦，不要跟这阿杰红啦，这媳妇把小孩都带来了呢。对呀，来我们家，你两个叫叫鼓掌。嗯，老白叫。哎，你行不行啊？就用心的呢，特别上网去留言，好几万个人啊，然后他没有好几万啦，200个。人家都好奇，要有缘啦。啊，婆婆交代你的事情，你就好好的把它完成，莫天天安尼。我尽量。有诶，隔一个面给你看，人家他不会啊，伊拢会悄悄跟你讲。好，让人家媳妇都知道了哈。婆婆交代什么事情，就好，啊，都不一定要做。哎，伊拄仔讲肉粽要互咱食，嘿啊。无恁捞两粒啊，就好啊，其他阮看安怎包。再讲，爸爸又要晕倒。不会了。哎、欸，好大哦！姑姑平常都说，哦，好小哦。真好香哦！我虽然哦，等下胃不是话好，那个米也有差啦。
这个比较好消化就对了。我这个是圆糯米，而且它这个圆糯米还是好媳妇洗的圆糯米。哦，你看里面的料啊，蛋黄香菇肉哦，搞定。今天的业配是全联。啊恁讲伊买入去，你就知影。咱上尾吼，到顶啊画一个，来来来来来来来，来不务正业，耶！我还说他想睡了。啊，结果没睡。妈，还是要检查一下，因为状况怎么样不知道了。刚有给他吃一颗糖了，对，他嘛是爱检查者，哎。吓死我！真的第一次碰到这种状况。大哥一直说他不检查，但是还是要有遇到状况，我们还是得要去解决这件事情。嗯嗯嗯。大姐跟媳妇他们说，哦，应该是没关系。可是人到有一定年纪之后，马西爱领导，我们身体不比以前了。真的真的。救护车跑一趟，就是要去检查，是不是真的有什么状况？对啊，检查不完了哈。第一次遇到这个情形，郭立勇，该有程序还是要有。当然当然，很多长辈都会觉得啊，没关系，我可以，我可以，没有，还是要有正常的程序来。对，就是老吾老已经要扶老嘛。很多上了年纪的朋友会认为就说啊，我应该也是也是，但是可以的，你真的要好好的注意着爸爸的身体，爸爸对啊，要身体顾好，对啊，麦天天啊哈。郭立勇，很多长辈都会跟年轻人啊，没关系，我可以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不用不用不用。有状况还真的是要去检查一下。有的老大人消化问题，弄个 T K， 你知道吗 ？T K 弄个啉。年轻人有时候不能看哦，老人家觉得说哦，不待机就算了，真的还是要主动一点。比如说像刚刚我们就赶快叫救护车来，哎，救护车来了他还不去，哎，我们就说不行，还是要检查一下。对啊，这种社会资源当然不能滥用。哎，他们来了以后，车上有一些设备，你可以去检查一下才会放心。因为我爸就是去日本心肌梗塞走，他其实下午心脏就不舒服了。哦，可是他就觉得去看医生会麻烦人家，不要啊，所以你看撑到晚上就走了。我爸也是就是这样子。就忍忍忍，随时要注意自己的身体状况。如果真的有觉得不舒服，真的赶快去看医生。这一集是我录到目前来讲，我觉得是让我最有感的。啊，所以之前我们都在干嘛？冷笑诶。